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六月份的 vlog。 然后这是一个很 nice 的体验，每次课前课后都有放歌，然后下课咱们就直奔宜家，咱们直接干到了当堂。然后浅浅逛了一下可爱的小仙人掌，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要搬家了嘛，然后浅浅采购一点东西带回去，然后卡点来印地狗买了个大袋子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关门了，关门就能走。这个就是家边上的一个小广场，现在在放电影，当时还仔细看了一下，没有中文字幕。遇到的冰淇淋车车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平时每天早上去学校走很长的一段路，遇到了他们的家庭聚会，早起干饭，然后陪我朋友考试，我就是在那带小坐了一下，然后回来喽。这个时候回去收拾行李，然后搬家了。晚上这边的景色很好看，然后第二天去沃尔玛买了点食材，下午大同华的东西到了，很不错。来到这家小店，浅浅逛一逛。不知道为什么展出了一个警车，然后小锅喝水。这个是在大同华，因为刚搬家没什么食材嘛，就买了很多，买了晚饭什么的，超多东西。咱们就是再来大同华干饭了，浅浅搞了一点左宗棠鸡，然后锅包肉，但是吧，它俩味道真的就感觉是一模一样。学校的 chat time， 浅浅的来杯奶茶，然后大同华店的东西到了，是电饭煲，很香很香，嘎嘎香。然后做一个三号炒鸡蛋，浅浅吃一下。第二天上学就有点大雾，还下雨，做的咖喱饭。然后上完课再不知道浅浅的逛一逛，很可爱。这是大合照，然后浅浅的带了两只回家，真的好难聚。给大家表演个杂技，然后再来杯奶茶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网终于到了，一波三折，它终于来了。咱们白色 YYDS 好吧，很好看，家里网，然后外面建的这个东西，把车道改成了这个，就现在还很干净。妹子小干的拍拍，推荐型支付宝是吧？然后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点东西，邦迪的巧克力，拜拜喽。